那各位进到我们简报里面来之后，我们先给各位看一下，我们这两天要做的就是这个哈，这间厝。但是呢，不能让大家花那么多时间拼冰棒棍，对不对？这样会被骂嘛？因为两天可能也做不完。好像这样子啊，像这样子。好，那这个上面当然有这个啦，好，那下面我有灯，有那个喇叭啊，这边有蜂鸣器，好，那这里呢，你可以看到我下面在简报的下面的备注，这里有没有两个版本？好，一个是单一个开发版的，那因为这个两个比较远，所以我上下各有放一个开发版。好，上下各有放，所以我就开这个，点到这边，我把它打开一下。好，现在我进来，看一下双开发版的。好，我现在进来了，那我就是直接先 demo 一下，反正 Webduino 好处就是各位你不用太过担心，它的使用真的还蛮容易的哦。好，这样你有看到这里亮起来了，对不对？透过电脑可以讲话嘛？好，然后呢？播放第一首歌。我这个是有放 MP3 player 啦，好，所以我可以这样，然后好，下面是不是还可以做不同的形状，对不对？好，你可以做动画哈。播放第二首歌。这样 OK， 所以它也可以跟我们的 Google 语音做结合，所以你刚刚听到就是 Google 小姐的嘛，然后按一下这个啦，开灯，有看到灯了吧？有，关灯，开灯，好，关灯，当然这个其实你用行动装置也可以啦，好，只是我在电脑上这样给各位看比较容易。那这个呢，上面的温湿度，湿度76，就是我们的温湿度感测器哈，就直接从这边读出来。那当然其实我们里面也会放一个，就是你如果不要自己这样侦测，直接读取这个即时的，就是读取那个气象局的，直接去读它的公开资料就可以了。好，所以 Webduino 也可以像这样子，然后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还好，然后这个没有，这就做动画而已。我还有第三首歌，但是这个很长。好，所以你可以像这样，其实这样还容易吧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个是两个开发版的版本，因为我们就是如果你一次一个开发版要接这么多的话，可能电力会不够。好，电力会不够，所以可能到时候就是各位你要取舍一下。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没有，就是我们的伺服马达的那个部分我没有放在这边，可以做开门啊关门啊。好，那这个是先给各位看一下，那我们后面的话呢会有就是纸板的部分让各位来做，所以你看我们在简报的这一边，这里从第二页第五页这边开始，我们就有那个纸板，好让各位用纸板的方式比较快达到先把那个架构弄出来。好，所以再搭配冰棒棍，那里面怎么画我都有跟各位再稍微详细介绍一下，这样 OK 的哈，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两天要干嘛了，加得在吉他走 ，OK。